哈。妹呀、啊，我这不谈了个女朋友嘛，那个彩礼钱还差几万，你看能不能跟妹夫商量一下？行，没事，这个事情包到我身上，快吃。老公回来了。妹夫。嗯。快吃早餐。你怎么来了？正好我哥有点事过来找我。借钱呢？不是，你哥来了就指你个馒头给他吃啊？太不懂事了吧你！是吧哥？去，弄点好吃的。好。馒头香蕉的怎么吃的惯？哥本着我就搞几个好吃的。是不哥？这么粗糙你怎么吃一下？说哈。来。包子来了，哥，快吃！你就拿包子糊你哥，格局打开，弄点好吃的，这么都不懂吃。好，我再去煮点蛋。对的，是吧？你们不懂事。这包子你们乡下人怎么吃惯了？哼！啊？还是肉馅的，你肯定不吃呗，是不哥？哼！不是，你是怎么找到女朋友的？是哪个女的瞎了眼了？又没车又没房。哥，你今年没四岁啊？有没有？差不多。差不多。这你别笑。怎么彩礼钱拿不出来？啊？你钱呢？以前的都用了。来哥，先喝杯豆浆暖暖身体。快点啦，你哥饿了。好，锅里还煮着蛋，马上好了。等一下，你们是不是拿错杯子了？啊？嗯，这个杯子不是我的，这个才是我的。嗯，这个豆浆好喝，喝哥，喝吧。不喝了，我喝不惯。嗯，对。嗯，榨菜配包子好吃。哥，喝不下。这个钱不好挣，知道了吧？我是端蛋来了哈，还有几个蛋。来，哥，吃蛋。嗯，等一下，这蛋肯定有点不对。怎么不对了？我尝一下。我就说这个蛋不是，全部是公鸡蛋，这你哥怎么吃呢？真是的。那你是故意的吧？哈，全部想借给我哥，饭饭也不给我哥吃，你还是人吗？哈，你知道我哥在我心里有多重要吗？啊，你是自私鬼！走，哥。不带去取钱，走。一会儿呀，我爸会过来吃饭，你吃饭的时候注意点啊。他好好的乡下不带过来干嘛？哎呀，人家特意送菜给我们吃的。送菜呀？哦，来了，记住啊。知道了，啰里吧嗦。爸，快进来。来吃饭，把东西给我。爸来了，你坐。我去盛饭了。嗯。这是什么饭？都是蔬菜哦。下来那鸡啊鸭，不是带两只过来吧？留着过年吃。对，过年吃。嗯，过年吃。来吧，快吃。嗯，吃饭。还有菜我就端了，你快吃。哎，等一下吧，我记得你们乡下好像不吃这个虾啊，这个虾很腥的，你肯定吃不惯。哦，爸，我好像你牙齿不好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嗯，你这个鸡腿你看，这一吃，这一吃，这一吃，
那你的牙齿都没有了，你牙齿少几千块啊，这这里不能吃，知道吧？哎，汤来了，大骨汤。不是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又是骨头，你明明知道爸牙不好，你又搞个骨头，那骨头这一咬，你看这一咬，牙没了，一牙几千块钱，是吧？怎么吃呢？你别笑。快出去，先坐。好。别怪了爸，不懂事。还好我不嫌弃他。不过蛮好吃。你先等一下吧，啊，还有菜。豆皮来。哎呀，你这个好吃。这下饭好吃，来爸快吃，吃吃，开始注意点，做菜用点心，知道吧？知道了，快吃啊爸，多吃点，吃吧。这豆皮真的不错，好吃吧？好吃。这么了吧，你再去炒一本，这个我喜欢吃，这个给我吃。啊、不吃。怎么了爸？女儿啊，我孩子回去吃吧。干嘛要回去吃啊？这一样的事啊爸，吃。吃。我知道了，又吃鬼，又吃独食了是吧？啊，我爸来了都没饭吃啊。又吃鬼，滚，给我滚。爸，走，带你去外面吃。哎，快点，快点呐！有饭没菜怎么吃啊？慢死了！来了，来，开吃了。啊！有人。来。你别笑。你们农村吃饭也这样吃的，把碗靠上去。跟你学的，在你家吃饭不靠上去，人饿死。不要脸！你笑什么？啊？菜了。菜呀，被你农村这个哥啊全吃了。啊？爸爸，哎，等等等。玉米羹挺好吃的，你赶紧跟哥哥姐姐介绍一下。好吃吧？好的。哦。干嘛啊爸？强强强，我哥来了也不知道收敛一点，有没有规矩啊？都这样吧。喂，我先走了。啥情况？老婆，鸡飞了，鸡啊鸡！你看看，高雪你吃毒食了，还不赶紧追？